生子浩不想看到苏醒混迹在妈妈圈，丧失了自我，怀念苏醒在职场上自信和才华，苏醒会心一笑。星云在家弹钢琴，林云云夸奖他，还拍了视频。星月想跟林云云弹奏四小天鹅，林云云表示自己也在偷偷练琴，两人很开心练琴。没想到顾家伟跑来打扰两人，他到处找自己想穿的运动鞋，但好像不在家里，可能在办公室里，林云云只有自己开车去帮他取回来。沈子浩跟苏醒来到教育装修地，苏醒看了一下现场，感觉没有必要大动。沈子浩有点八卦苏醒和林云云之间的事情，感觉苏醒这样的性格肯定不受女性喜欢。沈子浩送给苏醒一些练习题，苏醒表示有这样的礼物可以多来，他感受了现场的情况，把需要添加布置的想法说出来。没想到林云云拿完鞋子，顺路来了装修现场，吓得苏醒赶紧躲起来。沈子浩只有转移林云云的注意力，把苏醒的想法通过自己口中描述出来，林云云听了很满意。看到桌上有个漂亮的花瓶，沈子浩只好说是为了装修专门买的，林云云很喜欢直接拿走了。但这个花瓶是苏醒专门挑选准备送人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现场停电了，沈子浩猜测可能跳闸了，林云云要去开电源，沈子浩不小心触碰到他的手，两人顿时尴尬。林云云只好称这里空气不好，赶紧抱着花瓶离开。苏醒看到这一幕，感觉十分好笑，回到家里都跟锡兵说了这事。苏醒坐下来给希望辅导课程，但锡兵却想到希望出去踢足球，两人的教育观念引发争执。苏醒接希望放学，无意间看到林云云的车，车里面房里好几套衣服装扮，让他感觉就像是个移动城堡。苏醒跟沈子浩重新选择花瓶，但沈子浩的欣赏水平实在难以恭维。苏醒想要知道林云云的喜好，更好把装修设计做好，但他已经被林云云屏蔽了朋友圈。沈子浩知道后，感觉很好笑，他当面加了林云云的微信。苏醒让沈子浩每天把林云云的朋友截图给自己，他发现林云云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、有虚荣心的全职太太。经过这几天的观察，苏醒悄悄跟踪查看，发现了惊天秘密。没想到像林云云这样的阔太太，竟然会在路边摊吃臭豆腐，旁边还有个没有素质的女人，竟然是林云云的妈妈。他发现这根本不像顾家伟在外面说的，林云云的妈妈是大学教授。苏醒依偎在锡兵身边，感叹自己终于明白林云云，他通过今天的发现，看出了林云云虽然是阔太太身份，但活得十分不快乐，锡兵取笑苏醒不要有窥私欲。沈子浩带林云云参观伟云教育机构的装修设计现场，林云云开始很满意，但看到新的改动方案，认为会延误工期、增加成本，自己不好和顾家伟交代。沈子浩把这个改动方案的想法，按照苏醒之前跟自己讨论过的，原原本本说给林云云听，林云云听了很满意。
顾家伟看到新的设计方案，认为这样增加太多成本。林云云把沈子浩的灵感说出来，顾家伟听到这话感觉耳熟，认为不能晚一天开工，否则扣工钱。林云云劝说顾家伟，认为这个新方案真的是为妈妈们考虑，还应该奖励沈子浩。顾家伟有疑虑，认为林云云对沈子浩有好感，他拿走林云云的手机，看到两人聊天记录。